我到底要怎才能救你？我去求神，我去拜佛，我这个地公伯啊，地公伯会当保庇我今天无代志。那是要祭祀，今天嘛不是无法度，只是偏偏啊袂用钱，真正有够无彩啦。讲你话多而已，刘青天，这办法，这办法，办法是有啦，也毋过，嘛定义是无呢。哎呀，你卖问问嘛是假心酸的尔。有啥物办法，你紧甲我讲啊！你连你讲有办法，连你讲有定是无？只要话多救阮青天。不管是要我爬多高的山，是要我落海去找药草，我都愿意，我真正都愿意你跟我讲。那就是，那就是你要我跟你跪、跟你求、跟你磕头，我就来跟你。哎呀，你听你是在创啥啦？啊，你卖安尼好不啦？哎，这个想法吼，在我当海过去，我就知影吼，足无妥当的啦。啊，只是我的嘴伤紧啦，无说你讲出来。我拜托你跟我讲，我拜托你。好啦，啊，不是讲迄乌册会当起死回生？迄乌册到底是安怎起死回生？我唔捌啊。不过听地当安尼讲吼，应该是会当解开迄乌册伊都有这能力呢。啊，即马吼这机械我都叫晴天，凡事无错的。时间无早，我来回去啊！哦哦哟，哇！你这人啊，阿公你老火啊啦！啊，那是我给。好李叔，好李叔！哎呀，别叫好李叔啦，这小话小念，你我给哪呀？莫简单处理一下啦！来！哎，哦，安尼就好，这不。你该要怎啊？阿哥，我有啊有。对啊。哎呦，都无遐严重啦。处理一下。好啊，安尼行啊啦。哎呀，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就是无什么严重诶。进来等啊，卖互你妈妈等啊。哦，行行行。不管拍开乌车又过，我是不是带去看嘛要打？天公伯，不管有啥物报应，你都给我一个人承受着。妈，来，饮水。妈，我甲伊尼通电话啦，知影晴天发生的代志，好佳再无出意外，心要烦恼啦。虽然有上过火车，啊，不过晴天的病嘛是搁伫咧，而且愈来愈严重啊，搁无法度开始做治疗，我敢若先落车的。我都烦恼到食袂落，睏袂去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的，搁中途啊！不要跑去啊！哎妈，你莫叫啦，会去挂掉啦！啊！什么歹势？我无事，甲你挂掉。啊，就疼哦！我，妈，我无代志啦。什么都无代志，老火老甲安尼，
哎呦，是的啦，小雨，妈这阵啊出什么代志拢做袂好势，我规个头壳拢在想今天破病的代志。妈，我了解你的心情啊，所以才爱你好照顾家己啊，你卖连家己哦，听我讲嘞。妈，你先卖叮当了，我打电话叫人扫扫哈。喂，主家、店家、单家三个人的会，跟我妈提我的会，是因为我是单家子孙，伊咧收集三个人的会，想要破解恶贼封印，啊，不行诶，我赶紧。爸公才行的。喂，爸，我重要代志问你。我两个准准准，我就知影你的弱点是感情，我使人一个，你就乖乖啊，解开恶贼的封印，我关心忙。总算是消息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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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两个替晴天消毒病去，挽救伊的性命。你是要创啥的？你别安尼做。东升，进来，替你母外甲这阿阿看起。谁来买的？你现在是在糊涂啥话啦？当初你老爸把这乌贼封印起来，就是因为这乌贼里面有真侪害人，一些恶阴毒的阴秘法，
你即马把这個封印解开，万一若去有有心律师提起用，到时阵会引起偌大的动乱，后果有偌严重，你敢唔知啊？我是不是遵守了这本奥赛的影响？同学，你在骂我？你不是？我回复正常了啦。查实，所以你真正回复正常啊？恁大家拢知影，看来我一个戆戆仔相信，戆戆仔在替你烦恼。妈，爸是有苦衷的啦。对啦，我来问问你，我真正是不得已有苦衷的。不得已，阮妈就是骗。你到底有把我这个太太放在心肝内也无？当然嘛有，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，看心理状况的。看不是，你若真正有看心我，你敢不知影这阵仔我为着晴天破病的代志，我有冤孽家下，我有冤孽不做。到底把我一个人在承受，你目睭金金。我一个人在黑暗中，在咧找无路。妈，爸真正有苦衷的。伊继续给破病，就用魔鬼的黄金来去强加，调查一寡代志。黄金？无唔对啦，阮怀疑啊，江道成伊的分别，伊还要搁附条黄金的身上，甚至。有可能今天伊最近的胸闷破病，嘛是因为伊伫后壁黑白有造成的。你的意思是讲，王文金到呾，还佫受到江道成伊的控制？爸，我先把学册收起来，我看也是个代志，从头到尾详细讲我妈知影，毕竟咱需要听妈意见啊。我真是戆到袂爬树，我真正是对不起阮爸的教团。爸，你这是创啥话啦？这哪能怪伊啦？江道成原本就真够操弄人心啊，啊，不过伊真正看我单忠诚无呢。伊竟然敢冲着我的母，佮凌迟陷害我和我的亲人，不要紧啊。当我找到伊，就是江道成本尊关键证据的时阵，就算讲有高定赔，我做一遍给伊放掉，我这只鬼就去拍官。不过即马，乌贼封印已经解开啊，若是真正去有江道成提起，阴阳两界还颠倒病呢？袂啦。甲收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即摆大家也确定着，绝对袂当让江道成发现咱已经布线要掠鬼啊。即摆嘛敢来当安尼尔？我只少破早晴天，伊毋是真正破病，我心肝内迄粒石头都用来煞鬼啊。小雨，我看你打电话给伊林甲晴天啦，叫因过来一撮，嘛是要甲真相讲互这两个囡仔知影，改变因继续学江道成的病符啊，继续练字吧。我随时联络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咱一定会找出制裁江道成的办法。好啦，我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嗯。